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，我省共打掉涉黑组织322个，打掉涉恶犯罪集团1275个，黑恶犯罪得到了根本的抑制，专项斗争成果显著。 下一步，我们的工作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，扫黑除恶要进入常态化，同时刀刃向内，对我们的政法队伍进行教育整顿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，从党和国家发展的全局高度出发，做出了一项极为重要的重大决策部署。我们要深入地贯彻指示，认真地领会精神，扎扎实实地打造出一支党和人民放心的。 信得过的，靠得住的，政法铁军。你是咱们全省的扫黑功臣，今天能够得这个奖啊，我们大家都为你高兴啊！谢谢领导。这个是全国教育整顿办转交过来的材料，你先看一看。京海，京海可是个模范城市啊，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。 是咱们省第一个取得重大战果的，摧毁了一个盘踞多年的黑恶组织，涉案人数之多，金额之大，令人不寒而栗。这么大的打击力度下，还有深藏不露的犯罪团伙吗？所以，现在要对那些查否的案件和重点案件线索进行回头看和全面梳理。既然群众举报，就要一查到底。 你到了京海，要做好教育整顿和扫黑除恶相衔接的工作，争取撕开口子，取得突破。现在省里面决定啊，成立省教育整顿驻点指导组，任命你为组长，兼任扫黑督导专员。请领导放心。由于此案可能涉及职务犯罪，请省委批准。 派省纪委监委的方宁同志配合你们工作。你要以京海强盛集团涉黑涉恶的线索为突破口，解决黑大散小、有黑无散的问题，衔接省扫黑办，做好教育整顿工作。小徐，小徐，这领导也没来，咱们这车上。 就你级别最高，你这么用功，作为谁看呀？强盛集团在京海可是数一数二的知名企业，社会关系非常复杂。我要不抓点紧的话，到了京海，你让我盯上下眼啊？急了抱佛脚，恐怕不管用哎。哼哼，哟，看来是你准备好了啊？我这脑子还凑合吗？哎，那你说说。 到了京海，从什么地方入手开展工作？我觉着高启强，别理他，先晾着他。你看看这个，先从这个人入手。政协副主席龚开疆，省纪委监委在出发前，已对此人进行了立案调查。我和领导请示过了，现在和你通报一下情况。刘秘书。 龚主席，您有什么事吗？不是你啊，哎，你去把那我今天上午开会的讲话老给我打来。今天不开会，所有领导都去见指导组去了。什么指导组啊？就是省里派来的教育整顿指导组，什么市委啊、市府人大、政法都去了。哎，这刘秘书怎么没通知我呀？你去把他找来。他今天没上班，手机也联系不上。听他爱人说，昨天夜里有几个人上门，说是什么有公事找他，就带走了。 到现在都没回来。这个龚开疆啊，曾先后担任过京海市电信局副局长、清华区副区长、京海市检察院反贪局局长，后任副检察长，现在是京海市政协副主席。在他任职反贪局局长和副检察长期间，也是建工集团和强盛集团承接政府项目最多的时候。 我不相信他和强盛集团的高家兄弟没有瓜葛。底下我也调查了一下，
反映此人心理素质比较差，所以我想从他任副检察长期间入手。哼，行了，先别管他了，你去叫我司机送我去接指导组，好吧？司机也被叫走了。也被叫走了？什么时候？就刚才。强盛集团的高启强在京海20多年了。嗯，他从一个卖鱼的，到了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，他所涉及的官员，可不止这么一个副检察长吧？到时候啊，别谈他，拔出萝卜带出泥。都离开政法队伍这么多年了，明年就退休了呀。知道这事违反规定，你俩不愿意来，但你俩也不想想，指导组这次来是干什么？看来是要下场大暴雨了。好吧，你说呢？我看啊，下都未必下得下来，顶多一阵风。老徐啊，这京海的同志很有魄力嘛，冒着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的风险，还能这么准时来等咱们。开过去。开枪了，我知道是个软柿子，我想啊，这回可以轻松一些。还没想到，还没捏着自己就爆了。嗯，你别光嗯，你说句话好不好？哎呀，这面还没见呢，先吓死一个政协副主席。看来啊，京海市的水够浑的。京海市的水浑，水深，要不然我们还不来呢。这话是你说的吧？你说说，下边这工作怎么展开？你这么心浮气躁的，不利于开展工作。这样，我陪你打打球去。打什么球？羽毛球。这儿能打羽毛球？我跟你说，来之前我已经打听好了，这个招待所的羽毛球馆非常好。我不想打。哎呀！行行，哎呦，嘿，你不是说羽毛球馆吗？师傅，师傅，啊，这之前不是羽毛球馆吗？哦，这怎么成乒乓球馆了？以前是，听说指导组的领导爱打乒乓球，我们就换了。哎，师傅，哪个领导要求换的呀？领导定的，我们哪知道？哎，师傅，师傅，啊，行，谢谢。哼，哎呦，有意思，有意思啊！外部出现问题好解决，最可怕、最危险的，就是内部出现问题。散会出会以来，从来没有提到过强盛集团了。今天以来，大有了。
查不出问题，发现不了问题，说明什么呀？说明京海的政法队伍本身就有问题。这回事不管压力多大，一定要查到底。我是省纪委监委方宁，现在可以进吗？可以。事发突然，出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，把我们的计划全都打乱了。哎，市委林书记有急事到北京，安排我向各位汇报。领导们舟车劳顿，一直没好好休息，就投入到工作，我们真是钦佩。天哪，赵市长说到工作哈，我想咱们闲话少说，看看咱们京海市的哪位同志先介绍一下我们扫黑除恶的战果。那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。自本市开展扫黑除恶工作以来，共扫除涉黑涉恶性质组织团伙12个，查处赌博窝点37处，收缴非法资产共计17.5亿。截止到今年，全市群众安全感满意度98%，创历史新高，蝉联全省第一。我先插你一句话啊，刚才您提到的有12个犯罪团伙，存在时间最长的应该有多长时间？10年左右。来看看这个。这公开江怎么老去扫墓？太频繁了，肯定有问题，去查一下。10年当中就没有群众举报吗？或者说有举报，但是这些个团伙们仍然可以平安无事的存在。或者是有举报啊，那么是谁可以把它压下来？这个是这样，扫黑工作呢，时间紧，任务重。公安战线的同志们呢，把所有的精力啊，都投入到了打击犯罪。至于其他事情，就疏于调查了。疏于调查，打掉了这么一坨黑恶势力，没有牵扯到一个公职人员，这说明什么呀？说明我们京海的干部队伍很过硬啊，每一个人都做到了不忘初心，党性原则放在第一位，出淤泥而不染呀。这次下来工作的重心告诉我们，我们就知道怎么配合了。我们这次工作重心是这样的哈，扫黑除恶是第一步，挖掉保护伞，同时清理我们政法队伍是重中之重。哎，给大伙发一下。这是什么呀，彪哥？指导组发的调查表，大家都好好填一下，别糊弄啊！要搞形式主义，瞎折腾。你看这份资料，丁哥，你把它拿过去，重新抄一下。阿杰，你觉得？有多少人会认真的填写调查表？哎呦，
我估计可不大乐观啊，组长，是公安局的侦查员了。怎么样？如果这上面写的都是真的，那京海市公安局可真是铁打的队伍了。我猜对了吧？我看看，我看看。 哦，有一份不太一样。嗯，这个人啊，他写的特别细，逢年过节收瓶酒都会记下来，然后按照市场价给对方发红包。您看一下这个，安心。顺着这条路一直走。 组长他们在上面等您。好，谢谢。听说省里派的指导组今天刚到青海。 安心啊！哎，哎，是我，是我。啊，安心同志啊！哎，他，哎呀，你好，你好，请坐吧。可不敢，可不敢。安心啊，到。把衣服换了，下楼去游一圈。什么情况啊，所长？哎，怎么心虚啊？不，我有什么心虚？ 不明白为什么叫我来，安心啊，你在信息科工作过，你应该知道啊。我们把你约到游泳池来谈话，那什么窃听设备都没有用啊。我们对你是啊，你看老徐以诚相待啊，你也应该以诚相待嘛。我哪敢拿这个窃听设备啊？我领导让我以诚相待，我肯定以诚相待。 而且您通知的我这个这么及时，我想准备也不敢准备嘛，是吧？您就让我说什么，我说什么就好了。安心，你别吓唬他，我们是防小人不防君子。安心啊，来，等等，让安全林书记把你喊过来啊，是这样啊。我们来京海工作，一定要找当地的同志们来聊一聊。我们基层民警就都知道一些家不长理不短的事情哈。聊得好，也许有可能我们能。 一起合作，市里的大事我肯定讲不来的。你这是有顾虑啊。确实是，我也算是公安系统可能第一个被约谈的，他们也都在等着看我这个什么情况。谁说一被约谈就要处理谁呀？啊，安心同志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们这次谈话呢，不算正式约谈。 就算随便聊聊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那看您二位想听什么，就说说你所了解的高启强吧。让让让让，他不回家过节，在这看热闹。赶紧上去，打断提案了。李先生。 后退，后退！快点，生气了！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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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事儿是这样的，那个他闭嘴。你怎么样？能不能动啊？怎么回事？我们在家打麻将，他入室抢劫，穷疯了他。进来以后就打我弟弟，我弟弟先天性心脏病，打坏了怎么办？他先动的手，他们都看见了，你们能作证吗？对，就是他先动的手，我闭嘴，他先动的手，问你们了吗？阿金，先打120。你们啊，有一个算一个，一会儿都给我回队里，一个别想走，听着没有？哎，但是他一个人过来抢劫，你们至于这么多人打他吗？为什么不先报警呢？他抢劫，先打120。医院的片子没有问题，医生说都是皮外伤。我都说我没问题，不用拍片子。警官，拍片这个钱不用给吧？你不用管了，交代一下吧，是不是你先动的手？我没有。高玉强，像你这种死鸭子嘴硬的人我们见得多了，今天过节咱别互相浪费时间。这大过年的你跑到人家家里头把人家电视给砸了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？老实交代你的问题。那是我的电视，我砸的是我的电视，那是我送给他的电视。对不起，麻烦你把腿放下来。他们说送出去的礼砸了也不给我，说说怎么回事？谁的车？谁的车呀？动一下，动一下，大勇，动一下。恭喜发财啊！恭喜发财！好了，看2.6块，收你2.5块啊！好，谢谢啊！阿强啊，快一点的啦！生意不错，年年有余。那个，阿龙啊，我听说年后啊，是不是市场有些新的调整？老高的消息很灵通的，年后啊，管理费和租金啊是不变，但是我们的这个卫生费啊。涨一涨，可以，没问题，我支持工作啊。好，那就这样。哎，阿龙，他们说是不是年后那些当铺要打乱来再排一次？对啊，年年都打乱呢，啊，这是换来换去的，有新鲜感，对不对？哎，但是啊，这么多年你这儿是没变的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今年再变一下。哎，我这个尽量不变了。你看我这些设备啊，它都焊死在那里的，要是真搬起来很麻烦。阿强啊，前两天有一个老板啊，哎呦找我哥，就看上你这个店了，非要给我哥送那个等离子。等离子什么东西？哎呦，很薄很大的彩电啊。哦，你跟阿强说这些干什么？他又不懂。就这样啊。等离子跟别的电视不一样吗？哎，不一样啊！你知道看那个画面多清晰，嘣就喷出来，哇，那不过瘾吗？我说怼脸上的呀，多棒的呀！等离子电视是哪个？来，就是这款。这是我们的最新品了，这个多少钱？21860。那个，这个等离子电视有没有便宜一点的？你要真心想要的话，我抹去零头，21800给你。行，我再去别的地方看看吧。哎，要不你看看这个吧，这个虽然不是等离子电视机啊，但是它的观赏效果也是很好的。
老高，哎，恭喜发财啊！过年好啊！过年好啊！启禀。嗯，行吧，事儿就那么办。阿龙，我过来给你拜年。新年好。哎，放哪里？二饼。哇，好手气啊！欢迎你。阿龙。哎，老乔，不知道你在哈。五饼，好。阿强，坐，喝茶。阿龙，过年以后啊，我们市场那档口全部要打乱了。是啊，抽签。我那个情况呢，是卖水产，你也知道，打乱的话，我这设备还得找人搬，挺麻烦的。都麻烦啊？怎么就嫌你麻烦啊？啊？你最麻烦。你刚才不是说抽签吗？回头你就说，我就抽中了我原来的档口，那不就行了吗？年后再定吧，啊？帮个忙啊！怎么帮忙？我帮你了，我帮不帮他？我帮他了，我又得帮他，通融一下吧。通融什么？你们家刚搬来厂子的时候啊，你爸还是跟我爸的一个车间的呢。大过年的，跟我提那个死鬼干什么？你看我都给你送礼了，你就通融一下嘛。你送什么？我那电视，你不是喜欢吗？你送的？我那电视你放到房间看吧。小伙，小伙，干嘛呀？他送电视了吗？我阳台呢，阳台。你看，送了，真的。帮个忙，我说谢谢。搬走啊？我不搬，送出去哪有拿？搬走，小伙。我来，哎。那个，能不能帮个忙，跟你哥哥说一声，把那档口给我做好。啊，帮个忙啊！滚啊！你走着瞧你。没爹妈管教的东西就是没规矩，送的东西还能要回来？你说的这些我们还得核实。我现在问你，你们打架到底是谁先动的手？实话实讲，他推了我电视嘛，又推了我嘛。我问你谁先动的手？我冲上去，我拽着他的衣服。高启强，你们之间不管因为是什么纠纷，你先动的手，你就涉嫌违法，明白吗？这个能不能松一下？这个啊，这太紧了，这个。嫌紧别打架呀。注意系。哎，警官，你看这年三十晚上啊，我妹她是在外地上学的，她回来过寒假。我弟也在家，那我就先回去，我给他们做个年夜饭，他们吃上的时候我就再过来，好不好？这肯定是不符合规定的。其实也不是不可以啊。你坐好了，别动啊。你要干嘛呀？再这么就犯错误了，你不怕我还怕呢？你没有听见吗？他刚才一直都在讲，是那个人推了他，电视砸碎了，然后他才回手跟人打的，怎么能是他先动的手呢？这事儿肯定他说他有理呀、啊。那他还说了，我不小心碰了他一下，他下去了呢。最多是个寻衅滋事，咱把口供录好，移交派出所，咱任务就完成了。
哎，行了，一个人够了，你先喝水去。我跟不是你，先进去喝去，冷静冷静啊，喝水去。安心，门口有人找你。哎呀，安心！孙姨，过年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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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头锅的饺子，韭菜馅的，是你最爱吃的，还有几个年菜啊，趁热拿去跟同事吃去。家这么远，你跑过来一趟干什么啊？本来让老孟叫你回家吃饭的。嗯，老孟说是你主动要求过节加班的，快，别放凉了。没事，我送你。牛不？哎呀，没事没事。你忙吧，那饺子赶紧趁热吃了。知道知道知道。等过年我看看，初五初六吧，我可能就没事了。必须得回家，回家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回家啊。回吧。好好好。哎，这个我不拿，你们留着吃，回头把饭盒给我啊。行。哥。谢谢我们警官，警官您好，警官同志您好。你们找谁呀？高启强是被关在这儿吗？家属啊。我是他弟弟，我是他妹，在里面。那个能麻烦您帮我把这个衣服能带给我哥哥吗？我怕他这个在监狱里面太冷了。我们这不是监狱，我们这是公安局，再说我们这也不冷啊，我们照顾他照顾的都挺好的，这个东西按规定也不能拿进来的，你们回去吧。哎，警官同志，那个来，那个我们兄妹俩包了一点饺子，今天不是过年吗？现在要想我哥哥能不能吃上一口，您能不能？你这个东西按规定也不能拿进来的。他本身事情也没有那么大，过几天就应该能回家的啊。大过年的你们就别在这儿了，你们回去陪陪你们父母啊，劝劝老人，安慰安慰，好吧啊。我们没父母，我哥是我们家长，每年大年三十我们都是一起过的。看看春晚吧。哎，谢谢您啊，警官。等太久了，没人让我俩进来。我哥他能吃上吗？哥，那个警官，是这样啊，刚才跟你们已经讲过了，你们带进来的饭菜，不可能交到你哥那里的，这是规定，所以呢，听我来安排啊。好，这些呢是我们自己的饭菜，如果你们不嫌弃呢，就让我把这个带给你哥，他一定会吃上。你们呢，这两份跟这个也一模一样，你们也可以吃。那我这么安排，你们同意吗？哎，同意。同意？同意，同意。同意为什么不给我拿筷子？哦，在那儿。啊，这里。对对对。哎，红色口袋。哎，好。对，来。哎呦，行吗？慢点。谢谢您。警官，那个我哥他能看春晚吗？你就说看春晚，没事。谢谢你啊，警官。那送电视的时候有人看着吗？没人看见，发票有。弄的，陈姨，知道我们两个在值班吗？给我们送的年夜饭。局长夫人呢？啊，我这给你可占了大光了。要不你们先吃饭，我回家给我弟弟妹妹先做饭，好吗？你想什么呢你？先交代你问题。那个多一份，
的签字呢？不是问的差不多了吗？吃完了再签不一样吗？哎，就这样定啊。那个高启强，我们就多一份。过年了，反正你现在也回不去，那你也凑合吃一下吧。可以，那个空的，你倒杯水，看着他啊。哎，干什么？小品多好，我听听。放松一下，放松一下。你要现在还不吃的话，那个脚就粘在一起了。李冠，我要说的都说完了，你让我回去吧。我弟弟妹妹不会做饭。会做一点饭。他们在哪里？都在隔壁。此刻，跟你吃的这份是一样的。怎么称呼你啊？安心，安全的安，欣欣向荣的欣。新年快乐！是出息了，阿强，现在比他爸强多了。没错，没有没有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咱们这个村里这个广场，还有这文化楼，咱们老人呐，每天都在享受，是吧？这是做晚辈啊，一点点心意，应该的。来，你们随便随便。好好好好好好，吃。您身体怎么样？身体还好，就是心脏有点小毛病。那不行，三叔公啊，小龙啊。你回头让那个心脏外科陈主任，让他亲自给三叔公检查啊。好，三叔公，你把你的联系方式给我，我办好以后给你打电话。哎呦，谢谢。阿强，嗯，我听说京海黑社会闹得挺凶啊，他们有没有骚扰你啊？现在是法治社会，没有什么黑社会吧？哎，有。前两天咱们村里那些年轻人回来不都说了吗？有个黑社会老大叫什么来着？刀哥。哎，刀哥。对，叫刀哥。哎，这个刀哥啊，他是个放贷的，说
不还贷的就真的剁手剁脚啊！没错，他就剁手剁脚。哦，这么凶啊！哎，这，你听说了吗？嗯，没听说过。没听说啊？哎，你听说过刀哥吗？没听说过。都没听啊？刀哥。刀哥，车挡村里的路，我用下您的钥匙挪一下车。叫我小龙就行，我跟强哥混。李哥，来，叔叔，身体健康。装。